吃毛血旺，我就给他做一道毛血旺的菜。牛肚刚买回来的，洗干净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做。这么好的菜，我们一定要喝几杯。这是我们自己泡的金子酒。你说今天请我吃曹雪旺，还有他自己泡，有口吗？给小龙虾整了一杯大辣的。做的保险嘛，可以。我第一次做，我妈做的，真的可以啊！我第一次吃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如果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听你为我讲故事，很有味道。